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444面最后一行，甘露灌顶受威。甘露者，天人所食之美露，味甘如蜜。这可是八功德水所言之种种妙法，世尊为我们举几个例子，这是最后的一个例子啊。甘露，天人最美的饮料啊，它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想象啊，这人间没有啊。那么佛给介绍给我们说呢，这味甘如蜜啊，我们人间呢，蜂蜜是很好的饮料，用这个来做比喻啊，当然怎么比喻也没有办法比到那么真实啊。光明文具五的第五件，甘露是诸天不死之神药，摄者命长生安，力大体光。前面一般的介绍是天人最好的饮料，这一段介绍的是甘露的功德啊，它有哪些好处啊？确实是诸天的神药啊，摄者呢，命长，这就是长寿，身安，身体安稳，健康啊，力大，体光啊，这身体放光，可见的甘露确实是好啊。难怪天人这样的重视他啊，喜爱他啊。灌顶受位者，显教为等觉菩萨，将如妙觉之位啊，将如还未如。一切十方佛以智慧水灌菩萨顶，水是比喻啊，这个灌顶，密宗里头的灌顶，水只是表法，实质上呢是最上之法，传授给你，这叫灌顶啊。顶是最高的，至高无上，代表法，顶法灌是传授给你啊。那我们就知道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是大乘里面的顶法，
至高无上，连华严法华最后啊都归无量寿啊，十大愿望倒归极乐。啊，《法华经》里面，最后啊，也是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清净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晓得甘露顶法就是比喻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那么，《无量寿经》，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从头到尾念一遍，那就是阿弥陀佛。设方一切诸佛如来以智水灌顶一次，你一天念一遍就接受一次灌顶，早晚各念一遍，你早晚都接受诸佛如来的灌顶，这是真灌顶，这不是形式，这是实质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我们不是接受上师观点、活佛观点，我们是接受阿弥陀佛、十方如来。啊，一定要珍惜这个因缘，别错过了。如果是自己的体力衰，或者年岁大了，无量寿经太长。啊，不能完全读诵，那就用我们净宗朝暮扩诵的办法。你早晨呢就念第六品48遍，晚课呢念32到37品，啊，也是弥陀诸佛给你观点。啊，也可以用小本阿弥陀经来代替。啊，早晨念一遍，晚上念一遍，都是如来替你观点。你自己不知道啊。啊，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，你自己都不知道你那个福报从哪来。每一天接受诸佛灌顶，佛知道你不知道。啊，那么你今天明白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一定要珍惜，一定不能空过。啊，诵经、念佛、礼佛。啊，是我们的日常功课，一定要每一天坚持，不能间断。灌顶受位呢，这是显教等觉菩萨，最后这一品。生相无明的习气断尽了，啊，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他要升级了，升到妙觉位，啊，就是究竟果地，是真正的无上正等正觉，啊，入这个位置。所以十方诸佛这个时候都来加持他，啊，这个加持就是以智水观菩萨的。譬如转轮圣王取四大海水灌太子顶，常言太子以寿未尽，这叫灌顶受位，啊，用这个来做比喻。世界
古印度的国王登基啊，就是我们讲就职啊，在就职这个时候，国王给他灌顶啊，如果国王过世了，太子再登基啊，这是由国内德高望重的大德啊，宗教里面的大师来为他观点啊，证明他已经接受王位了。那么这叫灌顶收位，又密典密藏纪钞啊，这是密宗的，以水灌顶，名甘露灌顶啊，这世间没有甘露，用泉水啊，清水中干净水啊，洒在国王的头上啊，国王登基的时候啊，这称为甘露灌顶。大日经书曰：今如来法王啊，亦复如是啊，菩萨等觉菩萨受妙觉的果位，妙觉就是究竟果佛啊，那么也有这种理解啊，如来法王呢亦复如是，为令佛种不断故啊，以甘露法水而灌佛子之顶，令佛种永不断故佛门弟子，无论是出家是在家，一定要常常想着一桩事情，那就是续佛慧命，正法久住。靠谁呢？靠自己啊，绝不能把这个事情啊推给别人，推给别人你会失望啊。实在讲，就是因为这些事情自己客气不敢承担，都推给别人，让佛法在这个世间灭了啊，个个都谦虚啊，我不行啊，我没有智慧啊，没有德行啊，我怎么敢当这种大责任呢？啊，人人都推，最后佛法灭了。啊，为什么要直下承担，不能推给别人？佛在大经上，你说讲多少次啊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了，换一句话说，你本来是佛，你为什么不敢承担？你本来成佛啊，只是你现在一时迷惑啊，起了无明烦恼，迷失了自信，并不是真正失了啊！佛菩萨看得清楚啊！
啊，你道道地地是一尊佛，啊，所以诸佛菩萨了，是希望我们个个人都能直下正道。啊，承担过了之后，就得认真修学。啊，每一天认真的学习经教。我这里不说读诵，我这里告诉你学习。读诵是什么？学习成就了，读诵是天天温习，不忘记。啊，对于经教一定要了解。我们不是上上根基的人，中下根性的人，得要用笨办法。笨办法就是不怕辛苦。啊，第一遍学这个经，啊，这里面生字很多，要注意。很多词句子不懂，要注解。啊，详细注解，古大德的著述都很多。啊，黄念老这个注解，引用了经论190多种。啊，所引用的。有些有相当的深度，啊，好在引用这些经论呢，都有祖师大德的著述，啊，那么这些多半都收在净土丛书里面，啊，找大藏经太多，啊，净土丛书古人已经给我们把这个路铺好了。我们省很多事情，啊，把这些东西查出来，啊，让这些意思我们都能够懂得，能贯通。这第一遍是比较辛苦，啊，第一遍做好之后，那以后每一天读诵就是温习，啊，受持读诵啊，受持是学习啊。修行最重要的那个字就是习，习什么？练习，在生活上练习，在工作里面练习，在处事待人接物之处练习。啊，经里面所讲的道理，变成自己的思想见解。经里面所有的教训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行为，全用上了，自然不知不觉的就契入佛的境界啊，把阿弥陀佛的本愿功德啊，全自己受用了，啊，变成自己的了，啊，心是佛心，啊，佛是什么心？净义三福里面前面两句，那是根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啊，这就是佛的心。父母扩大了，师长的意思也扩大了。啊，菩萨戒经里面说，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。这个孝
就遍法界虚空界了。孝亲如是，尊师亦如是。一切众生皆是如来啊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我们要不要尊敬？要不要孝敬？对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啊，一切众生给我们就是这样的关系，能不孝能不敬吗？真正有孝敬，孝敬所有一切功德就圆满了。无量无边的德行都是从孝敬里面生出来的。孝敬是大根大本呐。不能不知道啊。我们今天所犯的一切错过，确实把孝丢掉了，敬也没有了。这一般讲什么？心坏了，不是孝心，不是敬心，不是真诚心。所以学圣贤之道，学佛菩萨总是个个不如，读经多年不明其义，听教多年不能开悟，原因都在此地。把孝敬丢掉了。事出世间法，诸事大德都教导我们要从根本修啊。根本就是敬业三福，三条十一句。不但是净宗，整个佛法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我们没有这个根，你当然学不会。我们对人没有慈悲心，不懂得是善业。净业三福头一条教给我们的，一句都没做到。所以多少人说我们学佛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不是没有道理，你没有根呢。第一福人天的根，你想想这个多重要。这个根没有，就不能做人了。
啊，这一生侥幸得人生，来生决定得不到，不是没有具备做人的条件。啊，做人的条件就是第一福。啊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，做人的根呐。这四句做到，你不是人生呢。啊，第二条二乘根，声闻缘觉。要做不到的话，声闻缘觉他得不到。第三条大乘的根，啊，第二条必定有第一条，第三条必定有前面两条。他才能上得去，没有下面两条上不去啊。佛说得很清楚啊，这三条啊，他老人家讲三世诸佛敬业真因，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，三世诸佛敬业真因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过去修行成佛的，现在修行成佛的，未来修行成佛的，都不能违背这三条。啊，违背这三条，你的根没有了，你怎么能成就？所以，我们要想佛种不断啊，佛种子是在哪里呀？佛种子就在我的心中，佛种子就是我自己。你只要遇到佛法，有这个缘分，你就是佛种子。你能把这个佛种子培养好，正法就救助。佛法就不断啊！如果自己不认真的学习，正法就断了，佛种就灭了我们不能不知道修行最重要是心呢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觉心，清净是一丝毫都不染着，一定要晓得天下本无事啊，容人自扰之啊，容人是迷惑颠倒啊，自己找烦恼啊，自身烦恼没有烦恼啊，烦恼在哪里啊？你认真去找，最后肯定是觅烦恼而不可得啊，所以烦恼是假的嘛，它不是真的嘛，真的你会找到它，假的找不到，啊，也是迷惑而造成的，啊，觉悟就没有了，啊，保持清净心，保持本来没有事情的心，啊，你心里头本来没事。不要去攀援，不要去拦事，
啊，用清净心念佛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，这是大事，这是最重要的事啊，其他的全都给放下。古人告诉我们，知识多是烦恼多。告诉我们，别多事，多事你心不清净了，你清净心失掉了，清净心是佛心，染污的心是轮回心。啊，也不必认识很多人，一切人与事用平常心对待，平常心是真心，平是平等，常是永恒不变。守住戒律，守住伦常道德，中国传统的伦常道德都在佛法戒律之中。要修忍辱，什么都要忍。大乘教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布施，这三种布施，修福修德了。啊，忍辱呢，能够保持你的福德，而不失去。啊，大家都听过佛法的常说，火烧功德林。火是什么？烦恼。怨恨、嗔恚。这个念头一生起来，功德就没有了。功德是什么？是戒定慧。就没有了。啊，功德很不容易修啊。一心常住戒定慧中，功德才能够增长。戒定慧失去了，功德非常非常不容易成就。啊，这一桩事情啊，不能不知道。人真难，可是你要知道万法皆空，那就容易了。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你忍辱就成就了。前面我们才学过的我空、法空，我是正报，法是依报。啊，只有自信是常是业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非常非议了，假的不是真的啊！你要认真，就生烦恼了。
你晓得是假的，随他去吧，没事。啊，你就得自在了。随他去吧，是随缘。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这个众生是一切现象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那通通随顺。啊，没有计较，就是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计是分别，较量是执着。啊，我们讲没有计较，就是佛经上没有分别执着，你就得自在了。啊，所以心开意解，法喜充满了，你就得到了。你虽然在世间，你享受的，你过的日子，是佛菩萨的生活。啊，饮食起居越简单越自在，不要给自己添麻烦。啊，我学佛非常之难得，老师给我做示范，老师所教的他自己做到了。啊，我们天天看见了，老师就跟佛陀一样啊，佛陀天天做给我们看了，你看饮食起居简单到什么程度，每一天出去徒步，啊，别人供养的他都欢喜接受，没有挑剔，啊，一钵千家饭呐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因为偷钵偷来的时候，不是偷来就吃啊，不是的，啊，偷钵回去之后要回到大众，啊，在树林下大家在那边集合，然后把所偷的饭的时候饭食通通汇归在一起，再到里面去挖。你看看1255人，每个人不是千家饭吗？这话不是随便说的呀。他都混合在一起，大家平等。啊，孤身万里游啊，过得行云流水啊。啊，那么在中国，啊，中国人不是没有不实行这个托钵制度啊，因为中国人尊师重道，哪有学生让老师出去托钵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所以一定好好在家供养啊，虽然好在家供养，佛的基本条件没变啊，寺院丛林每一天吃饭，一个菜呀，一菜一汤啊，大锅菜呀。啊，你看传戒的时候，过堂啊，还有这么一点样子。啊，是过去呢，每一天日常生活就是这个样子。一点都不麻烦，有多少菜煮在一锅，这是佛菩萨的生活，哪有那么多麻烦事啊？
啊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给我做实习，我跟他十年，我看他那不是假的，他是真的，一天吃一餐。啊，他的饭菜汤一锅，一小锅自己煮。啊，我们那个时代用煤油炉子，那就很现代化了，很容易点着。啊，我看他吃饭，从点火，啊，到饭吃完了，那个小锅刷干净了，收拾干净了，半个小时。不浪费时间的，真自在啊！不麻烦人了 啊， 95岁还自己干呢 啊， 自己洗衣服，自己烧饭呢。啊，虽然是个在家居士。过的是出家人生活，啊，我跟他在一起，不是听他讲经受感动啊，是感他能够把经教落实在生活当中，这个令人感动。啊，他讲到的，他全做到。啊，只是我们这些学生呢，没有学到，这是真的。啊，他也不管我们学到学不到，他就是这种生活，一辈子过到底。啊，他一天吃一餐，早晚都不吃。啊，身体健康长寿啊。我们这些学生估计老师至少也120岁以上啊。啊，79岁走的。2次食物中毒。他走了。啊，这个食物中毒，他自己很清楚，很明白。啊，也许自己本身是个很好的医生，他是中医，他用解药来解毒。第一次中毒化解了，没事。啊，半年之后第二次中毒的时候，回去用解药的时候，毒已经扩散了，来不及了。啊，回去用解药的时候，时效错了，来不及了，这亏吃大了。啊，那我们不是医生，不懂得解药，我们不敢吃，他敢。那，我们吃东西闻到变的味道了就不敢吃了，哎，他还是照吃，慈悲呀。啊，别人供养他的，他晓得。啊，这个面食啊，这有问题，胃变了啊，颜色变了
啊，所以我们看的人，我们不敢，他敢。啊，在生病的那一段时间里头，我就看他几次，每一次都叮咛我，嘱咐我。不要上馆子里吃东西。啊，馆子里面东西不干净。啊，我印象很深，他说了好多遍。啊，所以卫生是有必要。少病少恼啊！啊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心。啊，我常常劝导同学，这个事情我们得真干，要把这个事情当作我们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来办，那就是把心安住在阿弥陀佛名号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心，要真做到。啊，那你的心好啊！啊，好心里面，你是第一等的好心。为什么？一切佛里面，你看诸佛赞叹阿弥陀佛，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。啊，你的心是阿弥陀佛。这是世出世间人心第一好心呐，我们可以做到啊。人人都可以做到啊！无量寿经是第一经啊！啊，在现前这个环境里，特别选出这一部经，啊，来与有缘同学们共同分享。啊，让我们对这部经熟悉。明了，通达无碍。啊，经就是自己，自己就是无量寿经。那果报，你自然就明白了。你的果报在哪里？你的果报在极乐世界，不在别的地方。功夫用得纯，用得得力，一年两年决定成功啊！啊，这个世间种种灾变与我们不相干呐、啊，我们没事啊！啊，灾变来了。可以先走，啊！我们念头一动，想到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立刻就来接引。啊，为什么？我们的心愿，心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。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；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这是真的，一点不假了。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啊，佛菩萨怎么会骗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
啊，世间的事尽量少知道，越少越好，少烦恼。世间的人尽量少认识，没有必要。遇到人都劝他念佛，都劝他求生极乐世界，都劝他学习无量寿经。这就好了。古人教导我们，一人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。我们这一门就是一部无量寿经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简单呐！啊，越简单越不可思议。啊，你看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我们学习了之后，求生净土之心呢，自然就生出来了。你心生不起来，是对他不了解，不认识。真了解，真认识，哪有不愿意到极乐世界的道理？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地方，佛种不断，正法久住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使命，都有这个责任，一定从自己做起。啊，这才是真的。把这一桩事情付托给别人是假的，你肯定会失望。下面说，为顺世法故，啊，随顺世间法，由此方便应持之法，啊，随用随灌顶呢，这种形式都是属于表法，啊，用这个形式的表法。换一句话说，这是方便教学，我们要懂得里头的真实意义。从此以后啊，一切身中行所敬仰，一直此人毕竟不退于无上菩提定少法王之位。啊，这就说明佛门里头为什么用这些仪式，仪式是给做给别人看的，也就是说，给一切众生做好样子。这就是意识。啊，不能给众生做坏样子。啊，做坏样子，那就造孽了。啊，把经教里面的好样子，我们身体力行把它做出来，啊，不信佛的人看到也会受感动，感动就种了善根。又密藏偈曰，菩萨初地乃至等觉，究竟前佛果时。啊，初地到等觉已经很接近。啊，51个位次。前面40个位次已经完成了。初地是第41个位次。
等就是最后一个位置。啊，十地加等就这十一个位置，最后的十一个位置，逐渐逐渐的与佛果接近了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看，诸佛以大悲水灌顶，即自性圆满的真佛果。诸佛真以大悲水来灌顶吗？真的。你看不见，你没有觉察到，那是你的心太粗了。我们常讲粗心大意呀，你没看到啊。你要是细心观察，你就发现菩萨每一天所思的、所念的，就是诸佛给他灌顶啊。菩萨跟凡夫不一样啊，尤其是地上菩萨。念念流入萨婆若海，无论他修哪一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平等啊。成无上觉。啊，每一位大菩萨到最后，无论哪一个法门，大多数是回归到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好比是大海，八万四千法门好比是河流，全都流向大海。啊，在华藏世界文殊普贤必然道归极乐。啊，道归极乐才究竟圆满，那就是妙觉位。正妙觉位就跟常寂光合而为一了，融入自信，回归自信，究竟圆满佛，所以是自信圆满的真佛果。这个佛果是妙觉啊。这是把举的例子到这里讲完了，下面做个总结。你看，如上种种微妙法印，皆是水波自然之神。啊，这个水会说法，说什么法？你看，举出这么多例子来讲，他真会说法。啊，无情说法，水是矿物啊。遍满国土，池水树林，细叶妙音。所以极乐世界是六尘说法，妙极了。啊，我们所六根所接触的境界，
全是佛法，所以你不会退转了，你进步就快了，啊，你成就踏实啊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，闻声得业啊，极乐世界的天人菩萨们听到六尘说法，他得什么样的利益？得闻如是种种声音，其心清净，无住分别，正知平等，成熟善根，随其所闻呢，与法相应。其愿闻者，这都闻之；所不欲闻呢，了无所闻，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这一句是将他所得的利益啊，这段文我们看念老的注解。右段啊，右面这一段经文，明闻者得业啊，听到法音就得利益了。我们今天真的最困难的闻法音不得利益，如果得利益，决定得念佛三昧，一般来说啊，大乘家常讲嘛，慧目，慧目啊，真会听，他契入境界，不但理解，他境界跟着就变了。闻断悟，悟真断了；闻修善，他那个善念、善心，他就升起来了。啊，跟着这个身教转境界。一部经没讲完，他已经证果了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的啊，经讲一半，听经的人证果了。他转得快。我们都知道有一部《六祖坛经》，慧能大师听人和尚讲法，那不就是听一句转一个境界吗？听两句又转一个境界吗？经没听完，老和尚只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就大彻大悟。他证果了，证的什么果啊？大乘圆教初住以上啊，我们一般讲佛果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
他是真佛，他不是十法界里头的相似佛，更不是六道里面的观行佛，不是啊。啊，他真成佛了。啊，你问他为什么这么快呢？没有别的，放得下。他把执着、分别、妄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，一下放下，顿时舍掉了，顿悟、顿证，啊，也不过就是两个小时而已吧，凡夫成佛。我们为什么不行呢？放不下。听了是听的，这是佛给别人讲的，不是给我讲的，与我不相干。所以听一辈子都是佛给别人说的，与自己不相干嘛。所以自己还是那样子啊，还是凡夫，依旧是轮回心，天天干轮回业。出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啊，想想慧能大师，他两个小时从六道轮回凡夫身，一下就升到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真真不可思议啊！他能做得到，我为什么做不到？我们的痛定思痛啊！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好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这一句话说破了啊！慧能大师没有别的，就是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时放下，他就成佛了啊！确实成佛不难，一念之间。难在哪里呢？难在了解事实真相啊！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大乘佛法知难行易啊！啊，你为什么行难？是因为你不知，天天听经不知道，没听进去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李老师告诉我，有人读经听经听了一辈子，到80岁90岁啊，临命终时还是糊里糊涂的，一生呢没搞懂啊。这种人呢很多啊，大有人在啊。啊，为什么念一辈子、讲一辈子、听一辈子都没能契入境界？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什么？我没放下，我所没放下，我是烦恼习气，所是五欲六尘，一样都没放下了。
所以一辈子不要搞了。啊，只是阿赖耶里头落个佛种子。啊，说实在话，这也非常难得。你的成就还在来生后世。啊，这一生不能成就。我们今天非常幸运遇到净宗。净宗，如果你真信，真正愿意去，你这一生绝对能成功。啊，所以这一次我们的无量寿经细讲，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目的在哪里呢？目的让大家对西方极乐世界有真的印象。啊，真搞清楚，搞明白了，你才会真正发心。啊，只要一发心，无量界的烦恼习气都能够消除。啊，没有办法断，能扶得住。啊，扶最重要的是放下，是忍耐。啊，放下不能忍耐，他又现前了。啊，忍耐现前，永远扶住。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有个高度的警觉性，那就是烦恼习气一现前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赶紧用这种归到这个佛号上，外面放点放下不要了，啊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念头里只有阿弥陀佛，一句阿弥陀佛把这扫得干干净净，全扶住了，你就能往生啊。断不容易啊。我们没有能力像慧能大师那样的，他是断。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给我们实现的是断。都是顿舍。啊，这在佛法里面叫上上根。我们在现前这个时代，能一句佛号把烦恼习气扶住了，控制住了，也算是这个时代里头的上上根人。啊，我们心里没事了，没有任何牵挂。啊，没有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再执着生生活，这是根本。不再执着啊，我所有的这一切是为我所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我有财产，我有土地，我有房屋，啊，我有权势，我有眷属，全放下了。啊，恢复到你原本的清净无为。啊，这些心身外所有的，都是因为你有身而后，你才经营的。不知道这个经营给你带来障碍。增长你的烦恼习气。啊，这个烦恼习气就是分别执着。你没有，你不分别不执着；有了，就分别执着。所以应该怎样看法呢？有随他去，没有也随他去。一切随缘，不操一点心。这叫随缘妙用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呢，他就是这样用心，所以他心永远清净，永远平等，不生烦恼。
是处是法，他样样明了。啊，丝毫不会错乱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，他智慧用事。啊，或住在这个世界，或到极乐世界，一切都随意。啊，我初学佛的时候，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他说：“你这些事情，这一生的事情，全交给佛菩萨，佛菩萨安排。”自己什么心都不要走，我信老师的话，一教奉行的。啊，所以在这一生当中，少烦少恼，啊，这真的。这是方老师先生说，方老师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！啊，晚年一心在大乘，一心在无量寿啊，这一部经，我想在今年10月前可以讲圆满。圆满之后，我还在这个世间，我再跟大家讲经，就这部经的精彩断片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他真的利益，当下就得利益啊！这是无比殊胜的缘分啊！年轻真正发心学教，发大愿心，续佛慧命，弘法利生，正法救助。啊，我还有一点余力。如果身体还可以的话，我全心全力帮助大家。啊，学佛，第一个就修清净，不攀缘，不多事。啊，现在这个社会，电视、网络，那扰乱人心啊！啊，他们有权，每一天在播放，我也有权可以不接受。啊，我可以不看的，啊，几十年不看电视，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络。
啊，我连电话都放下了。啊，所以我电话很少，人找不到我，我也不给别人打电话。为什么？念佛就好啊，少说废话了。念佛是真的，啊，搞什么都是假的。看闻者得意，地闻妙法，地是用智慧心，用真诚心闻佛菩萨说法，心无妄念，立诸口然，闻法诵经，心里头有妄念。啊，染污是什么呢？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，这是染污。啊，这样的心夹杂在其中听法，你什么都听不到，你得不到法益。必须把这个全放下，故曰其心清净，清净心听清净法，你就受益了。啊，分别思量识别诸事理，以妄分别为体，乃妄于无我无法之上，而分别我与法也。这个把分别的病根说出来了。我知法知从哪来？从分别来的。不分别哪有啊？其实分别也没有啊，冤枉分别了。啊，思量第七识，识别是第六识，啊，第六意识，第七摩那，啊，对。一切人死亡，啊，就对事理，啊，以妄分别为体，这个妄分别，就是无明，无识无明。无识无明就是阿赖耶。啊，本来无我无法，啊，从莫那，虚妄分别一个我，我见有这么一个念头，啊，有我这么一个念头，叫我见。因为有我见，底下就出现了我爱。我慢。我吃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贪嗔痴嘛。我爱是贪，我慢是嗔，啊，我吃贪嗔痴。贪嗔痴是跟我见同时升起的，确实有先后，但是它的速度太快。几乎
分辨不出来先后。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同时升起。下面就执着了，第六意识就执着了。分别了，第六意识分别了。分别我，分别我所，分别法。妄语无我无法之上啊，分别我分别法，这是我执法执。若无我人众生受者之相，这《金刚经》上四相啊，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。这四项都没有，平等无差了，业位无别，故曰无诸分别。这是定功，这是功夫，这是菩萨了。四相破了，在大乘法里面讲，四相破了，是什么地位？其心以上，七心、八心、九心、十心。摄性菩萨破四界，我界、人界、众生界、寿者界，这四界破了，就是化身菩萨。禅宗里面说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破四界，见性成佛。破四相没有，破四相在十法界。十法界谁呢？佛菩萨。四相破了。其心清净，无诸分别。真菩萨。这不是假的。其心清净，没有染污。执着没有了，执着是染污。无诸分别，分别心没有了。我们无量寿经上讲的清净平等，这两个得到了。四界破。破了化身菩萨了，正知方正之知，无邪无曲。还原观上四德，第三个如何制止？制止是什么？制止是真心。是意诚心正。此地讲的方正之止。也是儒家讲的一诚心正，无邪无曲，我们通常讲不偏不邪，
无取就是不偏，取是委屈啊，没有委屈相。这是叫我们用真心，不要用妄心。邪是邪物，六道里的就不善行，委屈也不善，啊，六道里面算是善行，啊，通通是轮回性啊，我们要脱离六道轮回。善与不善全要放下。王孙论注曰：正直越方，以正直故生怜悯一切众生心。啊，正直这是方啊，啊，心正心直，大乘教里常说直心是道场啊，直心就是真心啊，以正直故，用这种心怜悯一切众生，这是大悲心又《法华经》曰：正直十方便，但说无上道。下面有注解，此中所谓正实，指为说原教之一乘妙法之本怀也。法华经大家都晓得，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这是佛开权现实，佛在过去给我们讲阿含、讲方等，都是方便法，都是权术。啊，到般若才给我们讲真话。这个真话是什么？一切现象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是一切相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法华会上，法华八年，啊，才真正讲无上道啊，唯说圆教啊，一乘妙法。啊，这是佛出现在世间，他的本愿，他的本怀，就是要告诉你真的，但是先告诉你，你不会相信啊，先随顺你啊，假的说的多，你相信啊，真的说的少，以后慢慢假的就是慢慢少，真的慢慢多，到法华会上完全说真的。这叫正直啊！平等，无差别越平等，有差别就不平等了。啊，往生论曰：
平等是诸法体相。即是什么？即是发现，即是真如，即是一，没有二，所以是平等的。相不平等，千差万别。啊，体平等，是发性平等。啊，相有差别，性是平等的。所以，于一切法，你能从相上看到性，平等心就现前。平等性是什么？你就见性了。啊，就是宗门所说的明心见性。啊，你见性。从哪里见？从相上见到。啊，一般人凡夫相上他着了相，他见不到性。啊，立一切相，即一切法。立相就见性啊！啊，与相不分别不执着，你就见性。啊，你还是用的分别执着，你永远不能见性。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分别心、执着心就叫轮回心。你用这两个这个心生活啊，工作待人接物，你就造轮回业啊。你用善心，完全用伦理道德因果这善心，你的果报三善道。你用自私自利损人利己，你用这个心，你造恶业，果报在三恶道，那就苦了。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！清净平等是真心的。啊，染污善与不善全是轮回心，不能不知道。啊，这底下有一句解释的，因真如周遍于一切诸法，万法亦如啊，故曰平等。所以从性上看平等。啊，佛在经上常说，生佛平等，生是众生，佛是诸佛。为什么呢？同一个发性。从发性上去看呢，一点差别都没有。啊，从相、现象、作用上看，差别很大。从体上看，没有差别。啊，性相亦如，性相不二。啊，这都是大乘经上说的。又论注曰：闻阿弥陀如来智德名号，啊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说法音声，如上种种口业悉福，皆得解脱。若如来家毕竟得平等口业。
我们前面学习过29种功德庄严啊，平等三业都学过啊，所以我们真正能把心住在弥陀德号上啊，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心，你所得到的平等的身口意全得到了不要再想别的了，想别的全是生死轮回，想阿弥陀佛决定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决定一生成佛，成什么样的佛？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就像前面20王子们他们心里头所想的啊，听到世尊介绍极乐世界就非常向往，非常羡慕，一心要到极乐世界做佛，要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这就对了，真听进去了，他们真干，最后真成就了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佛都知道。啊，起这种心，动这种念，阿弥陀佛讲堂外面的7宝莲池，就生一朵莲花，啊，这个莲花上有你的名字，你的愿心念心不退啊，勇猛精进，境界不断向上提升，7宝池莲华天天长大，就变大了啊，光色越变越显著，将来往生，佛就拿这一朵莲花接引你。是故极乐国人，得闻种种法音，其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正知无邪，毕竟得如来平等口业。啊，我们今天听经能不能得这个利益啊，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，3句12个字。我们天天听经有没有得到清净心？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分别念头少了，不再想分别了，啊，表现出来是不是正直无邪？啊，我们的用心对人对事对物是不是不偏不邪啊，没有偏心没有邪念
如来平等口业就现前了。又化花阔柱，四月平等有二，一者化等，一切诸法平等，即中道理。一切法差别很大，八万四千法门，理是一个啊。中道是什么？一切放下，两边不立，中道不存，这是一切法的理呀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中道理就是放下分别执着，这从理上讲的。二呢，从事上讲，众生等，即一切众生同得福慧，实际上，大乘经上佛常说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，这不就平等了吗？说得更明显的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众生平等啊，无有高下了。啊，下面这是念老的话。盖为一者，平等是中道之理体，一毛一尘无非中道，故曰平等。啊，中道理体是万法平等。为什么？万法皆空。啊，如果我们从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是非常明显的体会的，一切法平等。啊，诸位要知道，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，这一念是什么样一个样子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变法界、虚空界的样子。啊，就是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整个的色相啊，变化在虚空间。这是唯心所现的，没有事实，唯心所现啊，它现立刻就灭了，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无法感觉。啊，第二章又出来了，第二章灭，第三章出来了。诸位记住，一秒钟1600兆，所以一切的现象都是幻象。啊，佛讲的是真话。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你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你会在现象里头会起心动念吗？不会了。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是佛陀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没分别，没执着，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，有分别。没有执着，
你是阿罗汉，是辟支佛。不了解事实真相，肯定会起心动念、分别之处。了解了，就放下了。放下，你就入佛菩萨的境界了。第二，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，同得佛慧也，故曰平等。句句话都是真实的。所以知道啊，平等是事实，不平等是幻想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事情佛菩萨知道啊，凡夫不知道。下面说善根，小本源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告诉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具备的条件，那就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，你就决定得生。那么善根是什么呢？我讲这些经典，我用最浅显、最容易懂的话跟大家说，善根是信运、信解。你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。福德是什么呢？你真干，你能行，你能往生，这是福德。往生就是正果。我用信解行正这四个字来解释善根福德。缘是缘分。的人生是缘分，闻佛法是缘分，闻大乘、闻净土都是缘分。我们今天缘分具足，不缺乏，缺乏的呢就是善根福德。我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了？真的理解了，你就真信、真愿。真心真愿从什么地方看呢？你把万缘放下了，你是真心真愿。你放不下还留念，你的心愿不正。怎么办？再加强心结。深入经藏，真搞清楚，真搞明白，你就真放下了。没搞清楚，没搞明白，总是放不下。放不下，你就真错了了。我们再看，祖师大德给我们讲的《弥陀经》云：“菩提正道啊，名善根。”云中朝书曰：“智持名号，发愿往生。”放明多善根也，这个跟我讲的刚才意思相同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
讲到此地啊。